我会把所有的消息都汇报给诊所，会有专业的心理医生做出评估，再汇报给委托人。向委托人汇报？你的意思是之前轩辕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向委托人汇报过了？当然了。对了，罗医生，你不好奇今天要吃点什么吗？什么？我真的很好奇啊，你这么费尽心思的博取轩辕的信任，背后的目的是什么？疼吧？哎，有点儿。那你别送我了，但记得一定要涂药。拉钩。本王就赏你做本王的王。